开机以后进入语言选择界面，默认为中文，选择下一页。界面出现 SR 厚壁型、SRS、SRV 薄壁型，此次演示为 SR 厚壁型，选择 SR 厚壁。选择刀具直径 SR12。 好，这个界面出现三个基本参数，第一个加热时间，第二拆装时间，第三冷却时间。进入此界面以后，我们可以先将电磁感应头移至刀柄合适的位置，然后点击界面开始加热。放入刀具。烧结完毕。